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手毛小嘴 J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手毛小姐姐，她是西三，大家好。哦，我忘了，我不是手毛小姐姐，我是手毛小姐姐呢，小姐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姐姐。No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又要开箱丝袜，因为我要满足你们的需求。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推荐哪款哪款好，哇，讲的好像我很不懂货色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把你们全部一一挑选出来，那花了好几千块。对，我上次看到那个丝袜开箱，然后剪破。地方的手毛需要赞助。前面我先精选了四五双，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，CP 值很高的。那完整版就请看会员影片，直接抖内进入会员。第一双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双，性价比比较高，他们说 CP 值最高的，应该很便宜吧？可是我觉得摸起来就是很保暖，然后防爆线，我手伸进去它真的就不会爆。其实我光手在里面这样子，刚刚我不是戴一阵子，我就觉得热热的。帮我穿吗？啊？因为怕痒吧？有一点。好，我来。因为别人帮忙穿没办法。丝袜，我好笨拙。丝袜，一看起来好细哦。其实还蛮赞的，我觉得这真的 CP 值很高。它叫马歇的袜子，好像在宝雅或者是应该都可以买得到，都有看过它。小北百货我也有看过它，而且它让我保暖，但是我有预感会很臭，因为它不透气。它不透气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直接用手撕。加，哎呦，有 ，I am Spider Woman， 我觉得我是蜘蛛女耶，因为它太一格一格了。如果以实用性，85，舒适度就可能两颗星这样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它是比较塑胶的那种。对，下面就有人说留给我。我没上车啊。下一双就是看起来很 lady 耶，这一款网友就有说它是夏天的丝袜，超级无敌轻薄，所以我觉得它一点都不保暖。第一个是不保暖，第二个是很容易破。痛啊！哦，真的好痛！你摸，哎，好舒服哦。其实蛮舒服的，它其实感觉有点粉粉的。对，它有一种已经上过粉的感觉，哦，好舒服哦。哎呦，哇，好美腿哦，这个颜色。因为我这样子刮，其实它没有很容易破，但这个剪的一定就是直接飙亏了，这不用想，你知道。好啦，你们真的蛮有眼光的，我说实在的。当，这次就是我们的金爸爸哈鲁，他真的很有质感，就不管他的包装还是他的内容物，因为像他这个随身款的，你可以直接带出去，然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，就是。我香水也长这个样子，就是女生拿在手上完全不会觉得害羞。对啊，我可能会拿错，就像拿香水喷的时候不想哎，这是我的香水，这是哈鲁香水，哈鲁香水，哈鲁都是包装太没惹的货。然后它就是可以保养妹妹啊，像它这款就有益生菌，益生菌，我很喜欢他们家，就是你可以健康的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待会我们就让小姐姐来帮我开。嗨，我刚刚，OK， 来，不要乱，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状况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就是润滑液，卡瓦醉胶肌热水性润滑液，水乳交融或是灵魂的交换的时候，也可以对女生有一些保护跟保养的作用。哎，超粗鲁开法。我是小姐姐，我要温柔一点。好漂亮哦，很漂亮哦。不止外面漂亮，里面也很漂亮。我原本以为它会有一些什么香料还是什么的，它其实完全没味道。我摸摸看。你干嘛不倒在你手上呢？你吃我豆腐啊？羡慕我？讨厌。大家一定很羡慕我可以吃那个什么小姐姐的豆腐。真的。我有问题，是不是所有的润滑液应该都是可食用？你是要叫我吃吃看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吃吃看，因为其实你知道，这一定多少会有一些。我刚刚一瞬间它是甜甜的，它开始吃满整只手。对，其实它没有任何味道，也不会有任何刺激感，而且它甜甜的，不会很快就干掉，这是重点。你也吃多一点好不好？这可以配。
吃这个，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吧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它有一个嘴巴，然后但是你那个有这个没有哎？哎，不过它吃起来辣辣的。基本上，因为它有很多款，那其实你可以依你的喜好去买。但是我会非常建议，如果你是男生，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最好要买这个东西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单纯只想要说，哎，就是你自己开心。因为说实在，男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不见得会考虑到女生那么多的感受跟舒不舒服。那是关于男生方面，就是使用上。但是如果女孩子的话，那天我在网络上有看到网友说，有些人会在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对象接触的时候。好懂玩哦，好懂玩。我们先开这一双，宝纳斯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知道的牌子，它是志玲姐姐代言过的，跟刚刚那个49块的差不多呢。质地有比刚刚柔软很多，这样子呢？我觉得当然是500块比较舒服。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，就是如果你要帮人家穿丝袜，你要跟他同方向哦。来，请拥抱我。这样子它算不容易破丝袜，不容易破，因为我拉很用力，好紧。难怪大家都说这是 CP 值最高的丝袜。对，会觉得保暖度够好吗？还不错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很塑形，它蛮缩的，蛮紧的。哦，终于弄破了，好害怕，很想弄破，一直弄不破。而且你看，我现在用力撕，它不会往下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哦，好担心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丝袜的性价比蛮好，蛮好的。现在我们就是上次听网友说的，增加一点情趣。我在抹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热热，皮肤上的质感就超级喜欢的。你看它抓在这边，这样流下来的感觉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？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刺激性，而且它一下就不会太油，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。我觉得这很可以，它没有什么太多黏黏的感觉，它就是滑滑的。对，你把它擦掉。哎，可以。对啊，它可以耶。好厉害，很好清洁的感觉。男生有买，就是包装这么漂亮，然后用起来这么舒服的这种，我应该觉得这个男生很有 sense。接下来下一双我们就请西山开箱，价位比较中偏高，因为550，它是意大利制造的，就是颜色怪怪，搞不好是比较适合就是欧洲人的丝袜。是我错觉吗？它好像，你觉得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？然后好像只要国外丝袜都会帮你做一个脚型，它没有刚刚那一方舒服，而且颜色太灰了。是啊，但是它其实弹性还蛮好，它就有点像是已经打雾过的，还是适合像我这种就是皮肤比较黑的女生。而且它可以像这样子拉起来，哦，这样子，哎，可以，除了有点臭。臭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以上四双开箱，然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金爸爸，哈喽，这次谢谢你们才会有就是。这一次的开箱可以做出来，对对对，而且它真的请西山，感觉它真的是很好用了，我觉得会很喜欢。那我们就继续看其他的影片，记得追踪西山，大家拜拜，小姐姐拜拜，拜拜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看完影片了，记得加都要追踪哦。哎、欸，小姐姐，你脖子上的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真的是钢铁直男。那人家那什么一零一，不是直男就是看不懂女孩子的这一条。那一条是什么？就是阿嬷阿姨要去吃喜酒，还没有。